丽文社呈现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筹募经费之大型舞台剧《简单冰室》，将于10月28、29号于 City Playhouse 允城剧院公演。故事讲述香港70年代至今嘅人事演变，结构住温情、人情同亲情嘅点滴。购票或查询416-319-9939。明仔以下赞助商户：钻石赞助 TD Bank、道明银行。金赞助 Willow Springs Winery 柳泉酒庄 ，Arspa Toronto Martin's Kitchen Limited。咁而家就介绍我哋嘅舞蹈编排啦，就著名排舞老师 Winnie Yu， 佢喺华人社区咧尽心尽力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筹办咗好多大型嘅慈善舞蹈。Winnie 同我哋讲啲嘢。各位大家好，我系 Winnie 啊，我好荣幸可以參與這個舞台劇的舞蹈編排，這件事我是從來沒試過的，我就試一下膽粗粗就參與這個活動。我在這裡有一個感受，就是他們我想整半年的了，籌劃是很久，最主要一個目的就是幫Stouffville醫院籌款，咁呢個主旨係好重要。咁譬如佢哋做話劇嚟講咧，咁當然咧好投入，我體驗佢哋真係好投入，好熱愛。咁佢曾經阿周生咧都話想安排一個角色俾我，我就唔夠膽，我淨係識跳舞嘅啫。咁仲有咧裏邊嗰啲各位演員咧，我真係好即係個心好感動。咁佢哋咧就真係用心用力啦，用時間啦咁。他們給我的感覺呢就真的很投入，彩排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這樣。我在這裡因為外行人都不懂說什麼，但是我是在這裡呼籲我的學生，希望你們是買票入場支持這一件事，共襄善舉，大家施比受都是有福的。好，謝謝 Winnie。記住啦，10月28、29號啦，大家記住 Winnie 嘅提，你哋買飛入場睇我哋嘅簡單冰室嘅話劇啦。